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回来 UP 主的频道。那么呢，今天呢，给大家分享的是纽约军阀 T.O.8 开服至今呢，我收集的一些居民的装备组啊，居民的武器都是非常的有特色的。正好呢，这个第一赛季呢，我已经干到了100级满级，也拿到了一些新的居民的装备组和武器啊，就一起展示给大家看一下。可能这期呢不会特别全啊，不过也没有关系，UP 主会持续更新的啊，下次呢要补充的话会出新的视频的，大家呢就可以关注我，订阅我的频道，就可以第一时间的获取全境封锁2的最新攻略了。